大家好，我是中新社记者丁思。戈壁明珠嘉峪关让你留在这里的理由有千万，我们可以游嘉峪关关城赏大漠风光，也还可以玩转方特吃到美味的嘉峪关烤肉。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部好看的剧《天下雄关》。科技感满满的这部剧呢，可以完全的展示了我们嘉峪关千年的丝路文化、长城文化还有边塞文化。如果你也喜欢看剧，如果你也喜欢丝路文化，一定要来到嘉峪关，一定要看我们这部剧。有什么样的一个推介吧，就您跟我们说一下怎么样推介这部剧，然后欢迎大家都来看。嘉峪关是天下第一雄关，它的历史不光光是在现在，虽然是史诗剧，我们但是要用最科技的方式来进行呈现。这里面我们运用到了就是科技的机械的战马，然后飞大型的这个空中的飞鱼，然后恐怖的蜘蛛，然后包括我们一系列水火声光电的各种的特效，包括还有各种的飞人威亚及一系列的就是科技成分，让所有的观众来到我们天下雄关剧院以后，能沉浸式的感受到我们这个剧。都对这个三藏和玄奘他分的不是很清，因为三藏呢他是一个虚构人物，所以说在这个影视剧当中整体是一个比较偏清秀然后比较弱气一点的这个一个角色，但是玄奘他本身这个人物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坚韧的一个人。挑选的这个外籍的演员到我们剧中的话，还有一个什么其他的一个寓意吗？因为从一开始创作之初就没有仅仅把它放在于嘉峪关本地，而是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交融。除了我们中国籍的演员的话，还有俄罗斯的、乌克兰的、哥伦比亚的，对，在这个地方也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那么我们就融合了就是丝绸之路带上面的所有的国家，然后包括地方的这些文化。